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奥克，今天我们继续来玩猫咪大战争。因为我的猫薄荷又要爆仓了，所以我们还是先来升级一个谁啊？来进化一个三阶进化。其中呢，最近那个悟空猫表现不错，三阶的金元帝表现不错，所以呢，今天我们把它的二师弟，八戒猫给进化出来吧。它是八戒猫是对漂浮的敌人比较耐打，然后会复活一次。然后如果它三阶进化之后呢，就会变成攻击力大幅提升，然后体力和移动速度大幅提升哦，然后还会将敌人的击退效果无效化。八戒猫也是大家极力推荐的一只猫，所以呢我们把它三阶进化啊，来了八戒猫的三阶进化。哇，这种彩色的角色非常帅啊。哇，空中漂浮了两个猪头。哇哇哇，这不就是那个愤怒的小鸟里面的猪头吗？跟悟空猫一样，有那些六边形的像蜂巢一样的那样的光线啊。哇，很帅啊，有个保护罩好像是。好，来了八戒猫，赶紧把我们的三阶八戒猫给换上去啊。好，像这套阵容里面正好有悟空猫，所以我们再把鬼神换掉吧。鬼神是上一期的这个三阶进化，这一期的三阶进化变成了八戒猫。哇，二师弟比大师兄要便宜一点啊，3990，大师兄是4200。对了，这里面还有那个沙师弟呢，是吧？不过沙师弟我们应该暂时没有猫薄荷进化他了。那么传奇故事篇的下一关，下一关叫做哈迪斯的迷宫来了，冥王哈迪斯的迷宫啊。八戒猫，我们看看八戒猫表现怎么样。它主要对漂浮啊。哎呀，黑色小黑狗，我得用地藏猫搭配一个肉盾，然后地藏猫收拾它，我再上个肉盾。哇，地藏猫一下就被打飞了，我这些小黑狗好厉害啊，我还得再上一个肉盾。哇，这些小黑狗有点强啊。好，我在升一级前啊，看看敌人出什么。哇，又是小黑狗，那我还得给地藏猫搭配一个肉盾，要不然就被它干掉了。哇，很危险，果然是这样，这些小狗升级过的。好，这次命中了，再来一枪。哎呀，没发出来，我花了好多地藏猫来处理他们。我再来一枪吧，地藏猫。好了，我的塔只剩19000了，不行，我得上了。来吧金元帝，好多小黑狗啊，上来处理一下吧。我太小瞧这些小黑狗了啊。哇，我的肉盾在他们面前不堪一击啊。好了，美女神也上啊，忘了，先上二师弟啊。好，二师弟冲上去了。那么敌人的 boss 也快要出现了应该啊。哦，黑喷喷啊。哇，黑喷喷有点强了。哎，刚好他是漂浮，我们的二师弟是可以扛漂浮的。好，给我展示一下哦，还有波动，对方还有波动来了。啊，我还上了个苹果。我们看看这个八戒猫到底有多抗揍啊。哇，到目前为止八戒猫还非常稳，被击退了一次。然后呢，暂时还行啊，八戒猫。哇，波动了这么多次都没事。哦对，敌人的击退效果无效化，所以他会一直待在最前面，还活着。哇，八戒猫真的不错。哎，死了，话音未落就死了。好吧，我这次没有扛波动的啊，这点不利啊，我的后排全部死光了。那我可能需要换一下了，我可能需要把小旋风换成，那个谁，三阶暖桌猫。好了，我要撤了，再见，拜拜。来，那么小旋风换成暖桌就可以了。考虑到它有黑色喷喷漂浮的话，我们苹果用不上，不如换成萨满呢，三阶萨满可以给它定一下啊。来，三阶萨满堆出数量来还是效果不错的，它一上来的小黑狗就非常强力啊。不过我也没有其他人可以对付它啊，我只能是胖子加这个地藏猫来对付它。来上，哎呀，哇，我只能靠塔扛它，现在它打我的胖子太快了，我的胖子在它面前真的不堪一击，我得多上点啊，要不然真的弄不过他。先上悟空吧，要不然真的是打不过他。来，出这胖子，哇，好，干掉了，再升一级前。还可以上谁？美女神还不行，上八戒吧。来，八戒也上。
啊，悟空充的有点太高钱。哎呀，我还没有攒这个萨满，也还没有攒这个暖桌，哇！不行不行，这次节奏不对啊，萨满和暖桌都还没攒就冲上去了，节奏绝对不对啊，有问题啊，很有问题，暖桌加油！暖桌啊，暖桌终于到了，好，暖桌终于到了，那萨满有没有发挥作用呢？萨满快点，萨满定他呀！哎呀，带上暖桌。啊，这一关好，现在节奏好像是稳下来了。姆特上去抓死谁，管他是谁呢，抓死谁，快点。好，暖桌上啊，有了暖桌和萨满，我觉得应该是有作用的啊。好，哇，姆特死了，黑喷喷还没死，我得不断的补我的。哦，波动死了，那我觉得黑喷喷应该坚持不了多久了啊。来吧，好，黑喷喷被定住，然后美女神，然后悟空还活着，好，哇，悟空给他锤飞了，太帅了，来了，可以打塔了，嗯，八戒猫扛的时间算是挺久了啊，好，收获胜利，康尊秀丽，哦，这一大关通关了，来，接下来我们要打的大关叫 Zendoko 海水浴场，三星关。哇，这两个城距离比较近呢，一上来比较简单，我们试试看能不能八戒猫单挑啊。嗯，一般第一小关会比较简单啊。小蛇，我忍了，我要等我的八戒猫出来。哎呀，已经在啃了，啃也没用，我就是要等八戒猫出来。来吧，二师弟，八戒猫出来了，哇，打死你啊！他是单体攻击吗？等，让我看看。快打呀，二师弟，打太慢了。我看看啊，嘿，好像打的并不是很多呀他。我天，我上了，我上。哇，他是不是范围攻击啊？应该是范围攻击啊，但是他打的好慢呢，所以他主要还是一个肉盾的角色，嗯，不如悟空那么强力啊。所以他跟悟空一个防守，一个进攻啊。好。哎，姆特猫啊，准备上姆特猫来了，姆特猫也上，升级前，第一小关果然是很轻松啊。好，直接灭塔。下一关叫做姆茨高罗 park， 什么公园？来到了一个小公园里面，哦，有好多小人啊。哦，这是那个有茫茫多的小人的那一关啊。想起来了，嗯，再升级前，所以这一关钱应该是不缺。哦，黑袋鼠。以前有这个黑袋鼠吗？那我得上地藏才行啊！来上地藏，来，连黑袋鼠带小人全收掉。咦，这钱涨得并不是很快啊，小人给的钱很少啊。好吧，就靠黑袋鼠了，快干掉黑袋鼠，再来个地藏。哇，黑袋鼠还不死，再上个地藏。哎呀，这些黑袋鼠好能扛啊！我有好多只地藏猫了，好，可以上谁了？悟空，教训这些黑袋鼠。然后八戒也上了。悟空和八戒一联手，一攻一防。嗯，来，八戒顶到前面去了。好的，好，准备摸塔，看看对方。哇，红黑喷喷，悟空应该非常合适啊，悟空。空转的对付红黑喷喷，然后我们还有谁？我们还有萨满可以定喷喷，太帅了！我觉得这一关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。虽然红黑喷喷来势汹汹，但是我的八戒已经死了，啊！上美女神，下一个八戒还没好，哇哇！红黑喷喷在什么时候都是非常大的威胁啊！啊，虽然只是第二小关，但是已经很强力了，这两个喷喷。来，我的下一个八戒猫快要好了，只要下一个八戒出来就可以扛他们了啊！八戒对漂浮不错，好，大家先坚持一会儿，八戒来了，快上八戒猫，迅速的赶到最前线去，替兄弟们挡住啊！好了，八戒猫一来之后，悟空猫就安全了。好，八戒有没有在最前面？好的，八戒顶在了最前面。就剩一只黑喷喷了，黑喷喷还不死，好，嗯，哇，硬生生的给他顶住了，
好的，黑喷喷也死了。好，来吧，真真秀丽。下一关，泳装美女的面影。嗯，这一关好像到沙漠里了，我记得。哎，不是啊，草原啊。哦，好吧。三个小人冲过来，那么我们清场的工作交给三阶美容猫，就你了。哎呀，一下拍不死，哇，这三星关都强化过了。好，两下能拍死也行啊。我这三星关真的都强化过了啊，这些小人都这么难打。我再上一个美容猫，哇，迷路的话，哇，普通属性，我似乎应该上觉醒姆特呀。来吧，姆特猫，干掉他们！我冲！好，我有点小黑狗啊，姆特猫被他挑死了。哇，这只麋鹿好厉害啊！我哎呀，我是不是上了萨满？这只麋鹿好厉害！哎呀，我的姆特猫居然被他轻松的就挑死了，还不死的麋鹿。嗯，对，这个家伙是一直被击退，然后死得很慢的那种啊。好，上上上，小黑狗又来了，地藏还在，再上个地藏。哎呀，本地藏还在。好，先干掉小黑狗，攒不出钱来，这麋鹿还不死。哎呀，一直给他击退，他就是不死啊。好，来一发吧。一发打空了，什么都没打着。好，有钱了，上美女神大红头。大红头的话，我得上个八戒。嗯，哦，红黑组合的话就赶紧上悟空啊。快快快，攒钱攒钱，大家给我攒点钱，我要上悟空。快干掉点谁，黑猩猩什么的都行啊。还不够啊。哎呀，八戒挺到最前面了。好，悟空上了，八戒坚持住，悟空马上就，八戒已经死了。好吧，这一波太凶猛了啊，就算是八戒也扛不了多久啊。好，红头死了。来，接下来就交给孙大圣了。这两个麋鹿攻击力可能有点强，来吧，姆特，直接打塔。好，姆特猫直接爆塔了，不给他机会了。对，下一关，以猫阿拉伊普鲁洗土豆的池子。嗯，白色大猩猩已经冲出来了，清理这一帮，哇，也不能用一个人去清理啊，我们得直接上了。直接发起总攻啊！来吧，第一篇啊，萨满就不用上了，萨满暂时用不上。来吧，清理完这些应该会有很多钱。嗯，好，白猩猩死了啊，给的钱也不是很多啊。好，有这些就够了，我准备要上一个厉害的了啊。今天的主角是八戒猫，那我们还是先上八戒猫吧。来，八戒上了。嗯，下一个就上悟空，我们的西游二人组。等我们以后把这些全部都进化出来啊，变成西游四人组，师徒四人去取经了。好了，悟空也可以上了。嗯，但是悟空和八戒离得有点远，快点悟空，我们要摸塔了，不知道会出现什么。好，美女神也上，出现的是大象和好多好多的小松鼠。哇，来一发！我这小松鼠，悟空快锤他！好，全死没？哦，还搬石头的。嗯，把萨满又上了。萨满其实不用上啊。哇，悟空已经被打回来了，八戒已经死了。这，美女神快点清理这些搬石头的。点，还有好多呀。这一关的特点就是没有属性啊，姆特猫交给你了。好，没有属性，完了，姆特猫被大象的鼻子拍到了，瞬间就飞。哎呀，有点吃紧啊，有点吃紧，这一波有点吃紧。哎呀，这美女神也是一直被打退啊。这个时候被近身的美女神就不如三阶刺骨猫了。好，打飞了一些。嗯，好，再上个八戒。八戒猫作为我的肉盾，一定要顶上去啊！现在不是保护大师兄了，现在是保护美女神。好，大象死了，耶！那只剩下小杂兵的话，应该只是时间问题了。来一发，清一下那些小杂兵吧。
哇，一发什么都没打死，还好美女神的攻击范围是足够大。哇，这一片好的，然后母特猫也好了，上一只母特猫，来，母特猫交给你。哎呀，晚了一步啊。下一关叫做 Pichi Parasolu Hatake。 在大森林里面，哇，两个的距离足够的远。哦，动员熊出现。动员熊出现，哇，又是不带属性的，不带属性的就比较难对付啊。好吧，先上一只美容猫来清理这些小蛇小狗。哦，这些比较脆，一下就拍死了。那我们得动员熊的话，优先上美女神吧。优先上美女神在后面。哦，还有小小企鹅，美女神在后面，然后前面顶一个八戒。先走着这个炮灰啊，炮灰得走着。好，再攒一个八戒的钱，还不如多攒点美容猫呢，是吧？美容猫顶在前面可能好一点。它是范围攻击啊，哇，哦，好，打到它了，动员熊被击中了。那么攒钱上八戒。哎呀，钱攒不出来，快，就这一发了，攒出钱来。好的，八戒上了。然后悟空这一关，虽然也有小黑狗，但是小黑狗一般很快就死了，所以我们这一关优先上母特，觉醒母特。好，快，母特去拍动员熊，拍到了。好的，八戒还活着，八戒还比较坚挺这会儿。好，母特也还比较，哦，八戒一丝血了，听见那个残血的声音了。好的，八戒你已经尽力了啊，我又上了萨满。哎，八戒还活着呢，应该是一滴血了，现在八戒完死了。好吧，被拍中了。哇，这动员熊，终于死了动员熊。好，准备打塔，刚才的动员熊应该就是 boss， 所以应该没有 boss 了啊。来吧，再上个八戒，赢了。下一关叫做伊尼西的比基尼，哦，比基尼关，这一关是到沙漠里面的。我记得第一次打的时候就很奇怪啊，比基尼关就结果是在沙漠里面。红色的，那我们的悟空猫可以上了。哎呀，悟空猫的钱没攒出来呀。哦，红色象牙猪，糟了，这次没有苹果的话可能打不过他啊。红色象牙猪不定他攻击的太快了。红色象牙猪啊，不定他的话，来吧，那就母特猫跟他火拼了。来，母特猫冲他呀，冲他啊，把母特猫死了。来，哎呀，悟空也被击退回来了。所以说这个红色象牙猪没有苹果定他的话真的很难打，他打得太快了，不给他减减速绝对限制不住他。哦，来了黑王座，红色象牙猪先干掉吧。象牙猪完了，象牙猪也干不掉吗？象牙猪也干不掉吗？糟了，我可能要换一次人，我可能需要把我的苹果带来，没有定红色的绝对打不了。好，萨满这一关用不上，直接换成苹果。来，三阶苹果，然后为了更快速的干掉他的话，我们再上谁？三阶浴缸猫。来了，三阶浴缸猫打红色效果相当好。这次两个海豹我们就不需要上悟空来对付他们了。浴缸猫上了，浴缸猫会掏出来一把枪，哒哒哒。哎呀，上个肉盾。哎呀，不要死，好，还活着，上肉盾。来，苹果上，快点，浴缸猫干掉他呀。然后哦，可以上别人了。那么红色的啊，美女神上吧，其他也没有对红色的。好，小海豹已经死了，再上个苹果定他，快点，苹果定，好，定住了，两只苹果循环定他，再上个浴缸。好的，这次要好多了吧，给他定的都稳了。好，继续定，再上个苹果。哎，哇，我被击退了，糟了，苹果快点顶上去。好，又定住了，啊，你赶紧干掉他啊，上母特吧，准备上母特，还没死，再上苹果，我得上好多苹果来定他。哎呀，地藏也上着吧，后面有黑色。哎，怎么上了个暖座？哎呀，忙中出错呀，还不死。哦，还有伏地魔，两只的伏地魔。好，悟空可以上了，八戒也可以上了。来了，
那么母彻猫等它那头磕出来啊，等它磕完了头我就上母彻猫。好，磕完了母彻猫没钱，好吧。哎呀，白激动了。好，开打开打开打，大决战来吧。这时候不需要上苹果了啊，苹果已经没用了，浴缸也没用了，对方没有红色了，所以我就等下一个母特猫了。好，哇，前面死了一片呢，苹果全死了。这个八戒猫还是比较能扛的，被打了好几下了还活着。嗯，来了，悟空就看你的了。悟空打这个王座是效果最佳啊。好，来母特猫上了，正好也刚刚指完了，然后也刚刚磕完了。来吧，抓死个谁吧，母特猫，加油啊。好，抓死一只，倒了一只伏地魔，然后再抓，抓死了王座，再抓死这只伏地魔，耶，全部是母特猫干掉的，太猛了。再上个八戒，哇，母特猫太猛了，三个大 boss 都是他收掉的。下一关叫做卡拉夫鲁卡库特鲁。好，轻敌小杂兵，我们这次派，哇，也只有地藏，我带了好多对红色的，好吧，上一关带的红色的，这一关可能用不上了，来地藏来轻敌小杂兵就行了。然后我们上一个比较通用的美女神，站立小狗，站立小狗的攻击力还是不错的啊，要跟他僵持一会儿。哇，我的炮灰一下就死了，哇，连地藏一起死了。喂，完了，要被他近身了，我可能需要母特猫来对付他吧。完了，美女神走得太靠前了，这美女神太靠前了，我需要被击退一下美女神。哎呀，他打到了后面的小狗，糟了糟了，快把我的美女神击退吧，快点。好，击退了，这下这个距离应该可以。哎，但是我的肉盾有点顶不住。好啊，没死。这个局面不好，退回去。哎，美女神不要往前走了，美女神还往前走，都打在人家身后了，全打在空地上啊。这糟了，这次上错人了，不应该上美女神的，全打在后排了。这次能不能打到，还是打在后排，打在狗尾巴上。来吧，母特猫交给你，快！哎，上了个苹果呢，怎么？母特猫抓死他们的。好，差不多，差悟空、八戒。哇、哦，终于缓过来了。解决问题的总是母特猫，不过母特猫瞬间就死了，是吧？这一下把对方的主力干掉之后，他就倒下了。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悟空和八戒了。悟空就看你的了，还剩两只。来，哎呀，我好像正好给他推开了。哦，又可以上美女神，再上吧，好歹是我的主要火力啊。哎，对了，这次美女神站在后排，可以命中了。钱数不少，我要上八戒，然后母特，来吧，怎么样，母特，干掉他。好了，希望这次母特多存活一点。我天，话音未落啊，又飞了。好，悟空又可以上了。哇，悟空存活能力很强啊，现在已经攒了两只了，现在还有一个孙悟空一个美女神在打。我们下一个，我升升钱，下一个八戒也好，八戒又上了一只八戒，然后再下一个可能又上一个美女神啊，下一个美女神可以上了，火力输出越来越猛了。哦，母特觉醒，母特猫冲过去了，抓呀，抓死了一只小狗。好，然后再抓。好，母特猫不错啊，再抓死它，抓死它，又死一只，太好了，母特猫可以大发神威了。但愿这只母特猫，我刚想说但愿这只母特猫能活到最后，结果又倒了。不过每次母特猫出来的时候，我们都能把这个战线往他们那边推一点。好了，开始打塔。哇，对方塔血量这么低吗？下一关叫做星降大海。哎，星降大海难道是最后一关了？我们看看啊，节奏很快的赶脚啊。哎呀，我还是带了两只对红色的，这样比较偏呢，其实啊。哎，地藏来收拾他们，再升一级。地藏行不行？地藏再给搭配个肉盾吧啊。
地藏应该是可以的。收了他们之后，我就上美女神先。先上一个美女神，好。然后哇，美女神亲他们就快多了，哇咚死一片，然后再上悟空，嗯，好，下一个目标是八戒啊，好的，八戒的钱差不多了应该，好，八戒，接下来就是等我的五个猫了，五个猫上的时候要看准时机，等对方的 boss 出来之后我们再上啊，哇，这么多的人吗？这么多的人。哦，这关是不是爆塔之后摸塔之后是出现更多更多的人啊，我记得有这个印象呢，来了摸塔了，然后爆一下之后，哦，非洲猎狗啊，非洲猎狗可不好对付，哦呀呀呀，母特猫现在上吧，母特猫现在上吧，来，哎，没有抓到非洲猎狗，母特猫再抓，好，抓到了，又是抓到了，再抓，又抓到了，哎呀，母特猫死了，好吧，不过他已经抓了好几把了，这个是非洲猎狗，应该残血了吧，我想，哎呀，八戒也死了，非洲猎狗的生存能力极强啊，好，我得赶紧再上一个悟空什么的，哦，我钱数好多呀，钱数好多呀，那都上吧，苹果他们也上吧，既然钱数这么多，都上吧。不要挑了啊！我被打回来了，八戒，上去顶住！八戒一定要上去顶住啊！就靠你了。哎呀，大师兄虽然还活着，但是感觉有点顶不住。嗯，好厉害这一波！哇，我这一波可能得，嗯，因为这两只对红色的没什么用啊，导致我的战斗力不足啊。完了，八戒又残血了，果然死了。哎呀呀呀，八戒又死了，悟空也死了，八戒悟空都不在的话就非常困难了，有好多小黑狗，好多小黑狗加非洲猎狗是吧，那我们得啊，那我们得重新打了，这次打不过啊，打不过，好多小黑狗加非洲猎狗啊，哎，等一下， boss 只剩10%，哎呀，我为什么要重新打，又摁快了，悟空打这一关应该是没问题，八戒打这一关有点没用，所以我们把八戒去掉吧，八戒去掉换上打黑色的，那当然就是雾天信玄，然后暖桌也没有用，暖桌可以换成哦，他举牌猫对黑色的效果绝佳，嗯，然后再换上点大狂乱吧，大狂乱距离比较远的这种，比如说大狂鸟，然后呢再换上可以波动的大狂腿，武田信玄可能不如真田幸村呢，武田信玄因为打完了小黑狗他就不打了，真田好歹别人也打，嗯，所以上真田吧，这么一来的话我觉得用腿猫来推他们比较好啊，腿猫来帮我收钱，哇，太帅了，太过瘾了，这个腿猫打的，哇，又死一片，好，钱数差不多了啊，我们不要升得太嚣张啊，美女神就不要先上了，美女神这个容易被近身，嗯，来再来，哇，太帅了，好好，美女神先走着，然后悟空猫走着，然后炮灰走着，大狂鸟来，大狂腿这一波压过去啊，对，还有小黑狗是吧，我得上地藏，来来，好，对方的 boss 要出了，摸塔是不是摸得有点早，嗯，摸塔可能摸早了，对方的 boss 出来了，小黑狗他们，那么真田这时候可能先不上吧，等小黑狗更多一点啊，上吧上吧，真田上了，哦，哎，举牌猫忘了上了，举牌猫也是有用的，哇，大狂腿波动的不错呀，一直能听见波动的声音，我很欣慰啊，好，然后木特也上来，哇，前速方面完全没问题啊，好，那么形势比上一次好多了，再来一发举牌猫继续上，举牌猫消开小黑狗应该是一拍一片，牌子这么大，开死个三五只的应该没问题啊，哎，下一个真田竟然又要好了，真田恢复速度很快，我被打回来一点，我需要上下一个真田，快，
哎呀，但是小黑狗的话，其实真田打起来并不是很有力，他只能挠到一下呀。来，挠到谁了？挠到非洲猎狗也行啊。真田瞬间死了。哇，这关还是应该炮灰多一点，打后排啊。我太压力太大了这一关。哇，压力巨大无比啊。嗯。像这种冲到前面去的都白给，所以真田的母藤猫什么的可能都不适合。我要是还是带着武田的话就好了。赶紧呢，再给我冲个悟空什么的也行啊。悟空猫还差一点点，哇，我没有带头大哥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全部死光，全部死光了，啊，全部死光了。美女神先上悟空。美女神这时候可能没用啊，会瞬间被近身的。悟空，快！真田，真田也上，来吧！姆特也可以上了，姆特也上，美女神也上，哇！顶住这一波！非洲猎狗要是死的话，我们就能赢回去了。只要把非洲猎狗干掉，我们就能反攻。快点，加油，大家！哎呀，哎呀，干掉他吧！啊，不行，我要看看 boss 血量啊。22%，还不如上次呢。但是我决定15猫罐头了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15猫罐头。哎哎，怎么上了第二排？先上了第二排啊，都行都行。15猫罐头挂上之后，你们就完了。哦，时间到了，这牌子出来了。没事没事没事，只要不出黑色动员熊就行。哦，这些小黑狗就是时间到了的小黑狗啊，是不是这意思？哇哇哈哈，有点太猛了吧！难道15猫罐头还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啊？啊！哎呀，15猫罐头没解决，哎，气死我了！还剩10%，好吧，15猫罐头解决不了，那就再来15，就是这么赖啊！上了，再来15，光破这个激光炮也能打死你了，上！干掉他！锤死没死？死了！耶、yeah ！哇，终于锤死了！但是还有好多小黑狗啊！啊，这是时间到了的小黑狗，所以他们会出的特别快。这，哎呀，这都不行！对方还有60000多血啊，真的赢不了！完了，没有非洲猎狗我都赢不了吧？哇，不至于吧？顶回去，好好，没有非洲猎狗好像顶的要好一点。小黑狗还在源源不断的出来，但是我们好像还能坚持。哇，又出来一个牌子，意味着更多的小黑狗吧。哎呀，我们这次带的人还是不对啊，应该多在后排啊，前面顶住，后排输出。哎呀，这小黑狗也太多了。复活，现在复活15猫罐头啊。这有个提示，这关已经复活了3次了，然后同一关一直复活的话，敌人的体力和攻击力会下降。哇，太棒了，我就喜欢看到这样的提示啊，对方的体力攻击力下降才好呢。来吧，上，哦，快冲过去，一鼓作气，敌人的体力和攻击力下降了，快冲过去啊。哎呀，我天啊，到底是多少个猫罐头才能解决啊。哎呀，完了，悟空又死了。这小黑狗不比那个非洲猎狗差呀。好，顶回去，各位，对方的体力下降了，这还打不过。波动起来，大狂腿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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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不过。哎呀，但是我又不想从头打，怎么办啊？我又不想换一批人从头打。但是不从头打的话，这批人好像有点弄不过他们呢，这些小黑狗。哎呀，我好纠结啊，我又出来举牌的，到底能不能顶回去啊？真田呢？真田上了，真田再冲一波，好，又死一片。再上个谁啊？举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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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有举牌的，我也有举牌的，但是他的牌子指挥了好多小黑狗啊。哎，举牌！哎呀，小黑狗源源不断的，完了，又输了，又输了，来一发，又输了，太难打了，怎么办呢？再复活，跟你拼了，跟你拼了，小黑狗，来吧，再复活，
跟你拼了！哎呀，天啊，体力下降了吗？不是啊，小黑狗的体力不是下降了吗？怎么还这么凶猛？哎呀，悟空，悟空不要死了！我觉得打他们就得靠悟空的金箍棒，金箍棒处的大范围一点啊！我这太凶猛了！哎，哎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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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不过，又出来个牌子！哎我天！果然有些事儿是15个猫罐头解决不了的，果然是有啊这样的事儿。完了完了完了，又顶不住了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不打了不打了，今天备受打击啊。好了，那么今天的猫咪大战争就到这了，如果大家也喜欢猫咪大战争的话，不要忘记在影片下面点一下喜欢，还就是订阅一下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